大家好，这是我屋内啊，一个200多平方的俯视楼装修，由独立设计师设计，然后由我们团队来施工的。这家呢，我们拆旧已经拆除完毕，现在正在进入水电定位阶段，而且是今天是进入了水电定位一个再次确认的阶段。为什么要有一个再次确认的阶段呢？我们团队啊，在做这个水电定位的时候，还是非常注重细节的。并不是说一个工地上啊，有了独立的设计师，而且你业主啊花费也比较大，就是一下子给你定清楚。包括我们啊，就是管理人员现场做，可能也会出现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包括呢，就是拆旧的时候啊，可能和设计方案呢又有一些冲突，有些东西不好施工而进行一些冲突啊，也是有这方面的，可能业主的原始方案有所改变啊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还有呢，像今天的电工，我的电工啊，在做水电的时候，他必做那个水电的一个静止线的一个排放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业主啊，你看这个天花间里面，业主在做的时候呢，今天现场一个放样之后啊，你像灶台放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你看这上面啊，有个梁啊，这里有个梁呢，那后期啊，你这个排烟管可能就会有影响。那我们也和业主呢沟通一下这个细节，因为这个顶上可能走不了了，这个排烟管可能以后从柜体里面出去，这也都是一个现场发现的一些小问题啊。你比如说设计师刚开始原先呢，在设计这个厨房里面的时候，是做的是个 L 型的，是一个 L 型的一个橱柜。但是今天这我们现场的水电定位已经沟通已经放样了，业主这下面有那个软水机。什么机？软水机啊，因为这个下面你要放一个台盘在这下面，软水机放这边吧，这边有裙子过去有增压泵，而且放那个角落啊，以后要维修的话是没办法拿出来的，因为这里一个台盘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挡住了啊。那后来我们建议这边再配个冰柜啊，这里放个软水机的位置。所以每一家啊，在做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现象的一些现场细节的调整啊，这时候啊，业主肯定要到现场，我们跟您确认一下。包括我们在放一些点位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要在做一些点位的时候啊，可能也要是需要和那个业主再去进行确认。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啊，今天这个再次确认的时候，业主又想到了，可能昨天定位的时候啊，业主可能是糊涂的。一会儿又来个全屋定制的，一会儿又来个做窗户的，一会儿又来个暖通的，人比较多，他可能他们忘记了哪些内容向我们交代。你比如说今天再去确认的时候，业主后面又要放电热毛巾架啊，请接电，可能独立设计师的设计都没有考虑这种问题啊。包括这里面要放个浴缸啊，浴缸要买什么样子的啊？是从墙里出的，还是从浴缸上面出去的啊？这些都是施工细节的，我们作为一个工头啊，或者现场的管理人员，发现这个问题，一定要记得，工头并不是说他只是施工，他也要给业主提到合理的意见，才能让业主啊真正的能够就是说啊合理的建议，然后让现场的方案呢进行一个完美的落地啊，完美的落地。特别是像这个二楼啊，二楼在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场看的时候啊。业主呢，可能每个楼层啊、做的是中央空调，但是有个健身房啊，以及那个小书房啊，做个小空调。昨天定位的时候，业主忘了和我们说了啊，但是今天在现场再复一遍的时候啊，有我们的电工师傅啊，还有业主啊，而且确认的时候，小的空调管应该怎么走啊，我们要给出这个业主的说明。昨天窗户都已经测量过了。因为那个空调管没地方走啊，计划是从这个边上，接着推这边的，计划是从这个边上走的。那这个窗户啊，你就要缩小，再变成一个加工方管，否则以后的玻璃啊推不到边啊。这是今天定位发现一些问题，马上就告诉了那个做窗户，然后呢才能合理的去，就是避免啊后期一些遇到的麻烦。那这个东西也是在不断的去做，然后再不断去小，对吧？发现一些问题，一些施工的问题。才能及时和业主沟通，包括在业主的今天在想的时候，卫生间里面，业主可能在后面想装个电热毛巾架，但是我说你有没有小洗衣机啊？因为现在的生活啊，分类比较多，小洗衣机可能是一些小衣物啊，是单独用的，也
以说要回去考虑。所以装修啊，不管是谁来做，一定还是要有个专业的工长以及专业的水电工。其实我们的电工师傅真的很专业哦，说句题外话，给了业主很多的一些建议。有些设计师，独立的设计师，收费几百平方的设计师，他可能都想不到那些问题，他不能及时的去跟踪一些工艺的问题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啊，一个好的施工队，选择一个好的施工队，对于您的施工啊，的确是很重要的。装修的本质，我认为就是一个设计师，一个工头带着施工队在讲价，其他的你要花的费用，他妈都是扯淡，真的是扯淡。好了，今天的事情就分享到这。我是在上海做装修的吴磊啊，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，我现在呢和大家呢就是和我一样同样的一批人啊，成立了一个护装精工联盟，主要做的是呢，我们是统一报价啊，统一施工啊，统一辅材的用料的品牌。然后业主呢，真正的我希望的业主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施工队，对吧？能够做了以后呢，对吧？像一些墙体开裂呀、漏水呀、还有墙面瓷砖空鼓墙面的平整度啊，地面的平整度真正的那业主，真正的能够业主能找到一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施工队，能够为你去服务，这样呢，把你的每分钱花在刀刃上，不要业主不要去低价去竞争，不要让市场上就是你的低价竞争呢还能做得好，因为呢可能业主付了那个钱，对吧？但是做出来不是那么效。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一个建议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。